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夏飞啊，现在在这个地儿叫圣方古镇，这是一条商业街啊。现在这个好多，基本上一半一半吧，有一半这条街上一半店家没有营业啊，另外一边店家是营业的，也可能今天并不是周末的原因吧，所以好多地方都没有开门，但一般餐饮行业基本都开了。还有博物馆在这儿，确实不知道。感觉这个小古镇还是有点混乱啊，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。我以为这个地儿是属于那种有那种山水，或者说像东方威尼斯的那种感觉啊，但实际上可能还不太像。是夏季风的首选，人民火腿、花饼、烤冷面、大饼、鸡蛋。这边路过一座桥，这边的感觉就好很多了。感觉有点破败的特感觉，整体上如果人来这儿玩没有什么意思。那确实就是一般的这种乡村小城镇的感觉，而且整个地方土比较多，那个就是规划的不是很好。这个是虽说是古镇啊，但是确实就像一条那个商业街一样，没有什么特色的这个特色的建筑物啊，或者说商业化，虽然很浓吧，但是确实不太该来这儿，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就是简单的吃吃喝喝，依托于这里的这个文化哈，没有什么文化。感觉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小城镇，是吧？然后没玩儿，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反映一个中国式的骗局吧。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推广上，或者说显示这个地方有多么多么的好。但等你真来了之后，我操，这地儿真的跟一些北京的旅游区啊，或者说其他地方的旅游区不太一样。这地儿感觉就好村儿的一个地方，没有任何可玩性啊，这完全是这 get 不到任何的点，就你无法体会到这个它有意思的地方，或者它的文化呀，完全就是一条没有任何意义的旅游区，仅仅相当于一个大排档。这太坑人了！这个，我就管这个叫做骗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开老远的车来这儿，但实际上这地儿其实很破，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没有任何的。还要信这个呢，求签儿的，反正挺神的，挺神的级的一个地方。我也不希望其他人来，这地方太坑了。房古的建筑虽然有，
但是现在被这个后来搭建的这些建筑物吧，基本都已经给取代了。好，就先到这儿吧。